今天把车也修好了，前轴也换了，半轴也换了，在这儿找了一家宾馆，准备休整一下，洗涮一下。狗狗们就放在那儿，赶那到那个晚上了，给他们弄个狗笼，休整一下，准备进沙漠公路了。派派酒店，那就看一下咱的房间。这酒店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已经是大厅。哎呀，老板在那儿忙。咱的房间在三楼，开了。301，301。这个房间还可以吧？房间还可以，100块钱的房间，现在夏天应该是就便宜点了，因为夏天不用生暖气了。这是卫生间，洗漱台，马桶，干湿分离洗澡间。最关键的一个是啥？咱们这儿能看见咱的狗了和咱的车了。哎，咱的狗咱的车在那儿能看见，万一听见狗叫啊啥的，是吧，咱能照看一下。我准备先洗涮一下，先把电里充上。哎呀，今天的事情还多嘞，视频还没有更新出来。先把地给除上。需要充电的都充一下。看这个线，这线成了黑的。这线成了黑线，黑线就黑线了。哎呀，咱也不看电视，完了。不经办啊。先洗涮洗涮，洗涮涮，躺在那儿就舒服了。哎呀，能那啥了，棉被芯儿也能脱了。想去配个眼镜儿，这配个眼镜不得多少钱？眼镜不行。拖鞋呢？耶，没有拖鞋，没有那种洗澡的拖鞋。哎，有那拖鞋呢？拖鞋，
这拖鞋不能穿上，不能穿上那哪儿啊？没有那种胶皮的拖鞋，没有，没有那种胶皮的拖鞋，怎么洗澡呢？来，赶紧洗涮一下。这成啥了？这就和戴了一个啥一样，戴了个手套一样，从这儿往上全是黑的，从这儿往上全是白的。 好嘞，洗涮。哎呀，好了，澡也洗了。哎呀，又精神了一把啊！就是这个裤子不行了，本来这个是紧身的，天冷的时候里里外外套的好几条。 这送这啥？抽条药给掉了，掉了。哎呀，我感觉一洗涮，哎呀，非常的乏力，老想睡一觉的感觉。哎呀，躺一会儿吧，稍微睡一会儿，又得该出去吃饭了。 天是不冷了，哎呀，我想去换换眼镜，现在几点了？哎呀，不早了，6点了，太晚了吧？明天吧，稍微躺一会儿。唉，洗涮了，那现在去吃点饭啊。 这街道倒是现在还好，这面还没有正式进入市区里面，所以说稍微那个啥，稍微清静一点，主要是离我今天修车的地方近，就近边找了个地方去吃点啥饭啊？今天。 这是不是最繁华的这条街是不？哎，对。脆皮烤椒、烤肠、蜜雪冰城。蜜雪冰城怎么是蓝牌子啊？ 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这酱香饼了。
看这人还挺多的。多少钱一斤老板？十块钱。给我来六块钱的行不行？八块吧。在这繁华的市区花钱的这。好嘞，来了点酱香饼。东到角落里先把酱香饼吃了啊。吃完咱就吃点面就回去了。有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了？啊，居然在张掖见了。来，好吃的奶油大小张。冰棍儿。来，全是老以前的二八大杠。我靠，这个是有点历史意义了。吃软炸酱面，但是看看。人家是手擀面，哎呀，专业就是专业，样样的看，看这，这么薄，宽窄都一样样的。其实我不喜欢吃这干的，炸酱面太干，但是。来的晚了，老板这儿没有臊子面了，我喜欢吃臊子面。酱香饼吃完了。手搓汤圆。这小孩们玩在这。有小朋友在这儿玩这儿，这大人能不能玩哎？打气球的。今天太晚了，修这个相机修得太晚了。大牛，挑战一下这个其实有意义。你俩好，辛苦了。这就出来了，这个门楼挺大的。起开，对对，行了，好好睡一觉啊。
回忆之发现订这个宾馆啊，这四五年了，我睡过好多地方，这个大床房要比这个双人床要贵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但是我一般我喜欢订这个双人床，不喜欢订那个大床。今天到张掖了，啥也没干，今天上午修了修车，下午找了一个宾馆洗涮了一下，因为咱带的这狗，便宜的宾馆是没有停车场，有停车场豪华点的宾馆也比较贵。我感觉张掖这个宾馆啊，我在网上大体的搜了一下，不是太贵的，我估计要在这儿休息两天吧，一直这么多天也没有好好休整一下，就在西宁休整了两天，西宁休整了两天也没有休整好，因为那个狗笼没有到了，巧克力跑了一天，我又找了他一天，这次狗笼也到了，但是我没有往狗笼里圈他们，因为这天暖和了，你把他们关在狗笼里，一个就是不像在外面自由，再一个是也怕他们热，所以没有关。希望他们今天晚上不要叫，如果吵到了客人，有人投诉，明天你想在这个休整，你休整不成了，肯定宾馆就不让咱住了。哎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在这儿好好休整上两天，咱就开始往内蒙的沙漠公路里面走了。夏天走沙漠公路可是遭罪。今天咱就分享到这儿。哎呀，哎，哎，这咋回事？一说分享到这儿就打呵欠。大脑估计也知道，哎呀，老茶你终于休息了，每天跟上你真累啊，体力也累，脑力也累，还累不出个故事来。好嘞，祝大家做个好梦，晚安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